政委好，。听说你懂中文，你是谁？我是这里的负责人，我叫叶南，你怎么称呼 ？Boss， 老板，对不起。我不应该挟持你们中国海军当人质，我错了。行了，别紧张，不是来问罪的。这里呢是军舰，同时也是我们中国海军专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的医院长。我来见你是想坦诚地聊几句。你的中文果然不错，是华侨。不是，我出生的地方有很多中国人，所以我会说中国话。中国菜很好吃。是，很多外国朋友都说中国菜好吃。你看，你中文说的这么好，也爱吃中国菜，但是很可惜。你不会像我们中国人一样思考问题。在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你们做的这种事情，谋财害命，整天人不人鬼不鬼的，心里没罪恶感吗？你穷过吗？我们那儿很穷，从小穷怕了，活着很不容易。别说挣钱了，我的兄弟们跟我出来，打打杀杀，铤而走险，就是想活着，活得滋润些，不再让人瞧不起，好好的享受生活。你会放我出去吗？不会，不能私自放你走。按照惯例，我们会把优雅号的全体船员移交给船只所有国的有关部门。干我们这一行，早就知道有这一天，这一天到了，我倒踏实了。你真想踏实的过日子，我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真正认罪悔罪，以后别再干蠢事。你出生在一个和平的国家，真的羡慕你们都能有稳定的生活。我这里还想问你一个问题：我们犯下了如此的大错，不知道你们为何还要救我们？懂。在我们中国还有一句老话，浪子回头金不换，你走到今天是咎由自取，没有人会同情你。但是贫穷不应该成为你犯罪的理由。你们只考虑了自己的情况，但是你们想没想过，因为你们的行为会造成多少人受到伤害，多少家庭受到伤害？如果按照你们的逻辑，是你们先伤害了我们中国海军，我们没有道理救你。但是不行，我们中国军人除了执行任务，身上还担负着中国道义，不能够见死不救，所以我们要救你。我就想告诉你，你未来的日子还挺长的，希望你将来洗心革面，
彻底洗刷自己罪恶的灵魂，重新做人。好好休息。已经向上级请示过，张东航可以随船返回码头。我代张东航感谢组织的关怀啊！太偏心了。张可谦，小千客，稍息，队长，船长同志，中国海军和平方舟优雅号任务总结大会。人员集合完毕，请您指示。正常进行。是。坐。目前，这个优雅号已经移交给他的所属国了。这次任务，大家都表现得非常英勇。重点表扬几人。江总航。到。陆阳。到。江俊波。还有金主同志，因为他负伤了，就不能出席了。这四位同志，第一批上船，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面对突发状况，临危不惧，自救有方，予以表扬。司令，司令，坐坐，司令，司令，小转，坐。还有高奇，到。高奇带领的蛟龙队这次表现的也非常好，很有集体作战意识，予以表扬。再有一天呢，我们和平方舟就要停靠军港码头了，这次任务呢大家都辛苦了，感谢大家，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大家说个事情啊，船靠岸之后，他们外来人员先下船，咱呢还是老规矩，安排好值班值更人员，家在驻地的回家休息，不在驻地的呢就跟我一样，过年再回家，好吧？是，那忙吧。来，王松，这次靠岸所有的设备都要升级检修，你们帆栏组。还有机械组，好好给我的大白做一次保养。报告船长，升级检修需要一周左右时间。我知道，一周之后给你们加鸡腿。是。报告。怎么了？船长，我老婆预产期快到了。要生了是吧？哦。想请假。哦。拽住，对。秦好兵，请示进港。是。我船请示进港，同意。明白。报告副长，同意进港。好。
哎，小雨。到。你看，我们转了这么一大圈，我还就是觉得咱这个黄汤子看着亲切。是船长。你们觉得呢？是。是船长。回家了。小倩，看，行，走嘞，走喽。报告船长政委，紧急报文。回复，保证完成任务。是。超强台风天眼席卷了威利中部地区，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目前能够得到的数字是6300多人死亡，28000多人受伤。我们刚刚得到命令。国家决定派出和平方舟去当地执行人道主义医疗救援行动。从现在开始，所有船员非必须不得离船。如需增派支援，各个部门请尽快的报上名单。48小时之内要完成所有人员、救援物资和设备的集结。帆缆组、机电组，尽快完成全船设备的检修。是。各部门做好出航前准备。我知道啊。大部分的出海训练人员都已经做好了上岸的准备。不过呢，这是咱们和平方舟第一次赴海外灾区执行任务，这是国家对咱们的信任，所以呢，我希望各部门组长一定要做好所有船员的思想工作，有任何情况、问题、困难都可以找我提，我来负责协调解决，好吧？孙远，嗯，您还得多费点心，咱们医院方面呢要尽快做出所有紧急情况的预案。嗯。我明白。我就没事。分头准备吧，散会。我呀，到。那个帆缆组有个王聪，可以准他的假，然后找个人来顶他班，好吧？好的。张医生，你不跟我们去救援了？我还要回家办点自己的事儿。店长，啊，我找张医生谈点事儿。好，店长，都收拾好了。我们啊，马上要起航，去灾区执行救援任务了。不送你了，但是我码头上我给你叫辆车，啊。谢谢您，谢谢您帮我带回来。知道你想回家。啊，是，我想回家。好，走吧，拿上东西。谢谢院长。
沈老师还没走呢。哦，还有卷子没有批完呢。你可悠着点儿，年初你不是做了手术吗？这身体啊，肯定还没好全乎呢。哎呀，我这点手术没什么问题，就是碰一下头。我们家张医生都说了，说我的头啊比别人的硬。那你们家张医生什么时候回来呀？他呀，估计得过年了吧，正好回来陪我过寒假。对，也挺好的。还别说，我还挺羡慕你着呢，你可以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学习工作中，哪像我呀，这点要不回去，等回家老人孩子鸡飞狗跳的。确实是，赶紧回去吧，要不然一会儿你妈妈又给你打电话了。行，那我就先走了啊。哎哎，你也早点回去哈。好的。就去跟领导请假，我休假回来好好陪你。休假啊？张东航，你好着呢吧？我当然好着呢，领导心疼我，说你手术完刚出院我就出航了，让我回来好好陪陪你。我也在想，要是我在明天回家，你就不让我进家门了。你吃饭了吗？为了见你，你摸摸，扁扁的。根本不敢耽误时间啊，那你要请我吃饭呢？那必须的。嗯，但是我还有卷子没有批完呢，你等我一下好吧？行，我尽快啊。行。肚子咕咕叫啊。你们几个哎，雨下大了，注意安全。是船长，放心吧。船长好。好吃，好吃极了。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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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待着去。嗯呐，待着去，快。不心疼你吗？我想起一个事儿，我忘记问你了。医院复查你去了吗？哎呀，我最近期中考试，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我哪有时间复查呀？那不行啊，这复查就是你的作业啊，你作业完不成那可怎么行啊？我现在恢复的那么好，根本就不需要复查。这个不行啊！看到医生说话，没有你们校长说话有力度，我得去找你们校长去。哎，你看看这次啊，威力的风灾多惨呀，死了好多人。在威利麦克岛北部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17级以上，风速75米每秒，共造成6300人死亡。这天灾真的是28688人受伤。我还是帮帮你吧。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加油加水，等咱大白吃饱喝足了咱就出发。嗯，我是觉得啊，威力当地的情况咱们了解的不够详细，所以无论救灾物资还是咱们必须准备的充分一点，千万不能到那儿东西不够用，你说多尴尬！班长好，政委好，王不停，忙吧忙吧，忙。谢谢船长。哎，小江，
你别光拍这些细节，对吧？咱们这个气氛啊啥，你多拍点，全一点，好吧？好，嗯，是，少尉。来来来，快快快！找谁呢，孙远？啊，上不了行。孙远还没来啊？我跟你说，你这个学生啊是个人才，可以说是全才。但甭管你多优秀，是吧？团长，哎，你关键时候得听命令。哎，对，团长的意思是，是这样，我们都很理解你是想培养张子航，对吧？你惜才，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万一张子航将来因为他的性格犯了什么大错误？我们不是担心负责任，我们是觉得这可能会影响到张子航将来他自己的前途。哎，团长这么着，我跟你们二位说啊，张子航没按时撤离，鼠疫行动啊，他擅自脱离了防护服，救了那个孩子，自己也感染了鼠疫，就这一点做的确实不错。回来我批评了他，啊，我跟你说，但是他有一句话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嗯，他说战场随时都有突发事件，是吧？而且他最后坚守的一点，作为军医，就是要挽救生命。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他的医术和应变能力还是值得肯定的。是是是，没有不肯定。我觉得你可能理解错了。我和老吴的意思是，我们完全认可张东航同志的能力，只是想跟你多说一句，孙远，这个事情上你应该慎重。啊，那我知道。报告班长，好了，急什么？对不对？报道。风灾带来的直接伤害是外伤和溺水，当然我们也要把风灾后的次生灾害考虑进去，比如说虫媒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这些药品都应该添加在我们的急救箱里。嗯，现在威力风灾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慢性病的患者很可能因为断药出现并发症，所以我们要根据和平方舟能够容纳的病患人数做一个数据分析，列出物资清单。大家还有什么建议？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考虑一下？如果遇上一种极端的情况，我们和平方舟到达了灾区，靠不了岸，我们医疗队怎么展开救援？进来，苏院长。大家想一想，院长，这是我们拟定的医疗物资列表和增派支援的医生名单，您看一下。把张独航加上。看来您放他下了船，心里还是放不下呀。不强求，看他个人意愿。明白。基本情况了解了，咱先说困难。好，船长政委。我们对奈克湾呢港口做了一些研究，从设计上讲，有两个比较大的港口是符合和平方舟停靠的，但是现在奈克湾通讯中断了，我们不知道里面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考虑到风灾的破坏性，我们可能靠不了港，我们只能停在锚地上。如果这样的话，医疗队一旦上岸展开工作的话，会受到一定的阻力。是，去奈克湾肯定是有困难，也会有阻力。所以我们想到了要在陆地上设置前置医院预案，另外还有我们医疗物资上的困难也就叠加的都考虑进去了。今天晚上所有的医疗物资都能够到军港码头。有困难咱不怕，正是因为别人不敢去也不能去，才需要咱去。哎，我同意，是吧？那老吴你还有什么？我现在有点顾虑。苏远说要在陆地上建一个前置医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案。但是呢，如果我们的船一旦真的靠不了岸，停在锚地上，那医院选在什么地方，离船有多远，现在当地的治安情况我们大家都不知道，这些都是不可控的因素，对吧？所以我就担心所有离舰人员的一个安全。老齐，到，能保证大家的安全吗？保证完成任务。
上来了。往街去了。好。院长，那批物资清点好了，您签个字。雨下大了，您回去休息一下吧。好。师兄，组设备按时检修完毕。不是追你家了吗？老婆也追我家了，让我出来。听老婆的，不听我的是吧？不不，都听，都听。这样，有时间替我谢谢，感谢他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是。忙去。向左转，接令。司令同志，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赴威力执行人道主义医疗救助任务，准备完毕，请示启航。指挥员吴志峰，指挥员叶楠，启航。是，接令。李码头部署，李码头部署，李码头部署。三号慢速通，三号慢速通。撤退右一，撤退右一，撤退右一。跟江姐一起坐吧。好。姐，我到里边。副市长。副市长。哭了。哎呀，昨天晚上没睡好，眼睛有点涩。是不是谁欺负你了？江姐想她儿子了，昨晚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还是母亲感谢你。你看我就没这烦恼，我儿子三岁了，到现在还不咋认识我。
那你心可真够大的，不怕他一直不认你啊？他敢，我是他爸爸，不认识吗？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就算回到陆地，手术、进修、研讨会也不着家。哎，师兄，你那进修、研讨会，你都可以让我去。嗯。你跟你男朋友睡了？我们是平静的两个人，在进行着柏拉图式的爱情，单纯且美好。我们早就脱离了所谓的低级趣味，我们讲的是什么？是共同进步。说的真好。我呢，以一个过来人的经验提醒，这两个人长期不见面，特别容易让别人趁虚而入。就说这么多。你虚过吧？忠言逆耳，你不信拉倒。别听他跟你在那瞎分析，赶紧吃过一口凉了。报告，进来。老师，这是排班表。刚知道张医生回来了，还没给他排进去呢。刚回来就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到了那边啊，有他忙的。我看没问题。还有事儿？没事儿，我先出去了。见。就照办了啊。是。哎，孙院长好。是啊，政委，我听说张东航家有点状况，咱了解了解，帮助帮助。哦，哎，张医生怎么没有来？孙院长说了，张医生刚从家里回来，需要休息，就不用给他排班了。陆阳，今天晚上你值班，我知道。今天要把所有的设备都调试好，没问题吧？放心吧，我有数。报告船长。船长，按既定的航路，我们今晚会经过大浪区。如果说绕行的话，大概会晚六个小时。六个小时？是。所以说，船长，您看我们要不要做一些改变？马队长到，把海图拿出来。现在风浪区什么情况？风浪区风力预计7到8级，浪高4米，直擦过去约有100海里，预计7到8个小时穿越大风浪区。我们船能承受12级的风力。船长，您看我们需不需要调整航线？不需要。现在能抢出一分钟是一分钟，人命重要。必须第一时间到达威力。是是。军官到，通知全船做好大风浪航行准备。是。准备大风浪航行，准备大风浪航行。快点快点，快要进入风浪区了，大家抓紧。是。你们快点。航向动沟洞，航向动沟洞到。好。我是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第三任船长，我先后随和平方舟啊访问过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应该说每次出去执行任务都有感动的故事，因为我们是个大家庭，我们是个团队，
我印象很深，我们记得有一个翻译官，他姓何，人口何，他的孩子名字就叫何必方舟。当时我和政委还授予他荣誉船员一个证书，我说你把这个孩子名字特别光荣，叫何必方舟，我希望你好好培养，长大了一样的继承啊，把我们何必方舟的故事啊，和何必方舟这种精神就传承好。当然我问他现在响应国家政策二胎的时候，他说我第二胎的小孩名字叫和谐使命。哎呀，那一刻特别的感动，也特别的感到这个欣慰啊，我觉得我们的和平方舟这种精神已经融入到每一个官兵的内心里面啊。这个你想想，我们的小孩是我们的下一代一个希望啊，和平方舟的故事，我们和平方舟那个这种精神也是激励着关注着我们这个好多的这个年轻一代啊，也激励着我们这个下一代励志啊，这个加入我们这个团队，加入海军，保卫我们的祖国。吹着风，浩瀚汹涌，乌云压地，直升机在轰鸣，大雨滔天，在海浪里驰骋，闪电撕开了黑夜的狰狞。吹着风，一往无前英勇，捍卫生命，生命没有不同，无尽拳头与死神的抗争， PLA 是我的幸运包。给我你的手，让我抚平你流血的伤口，带你战胜了绝望，蔓延不朽，并肩去战斗，一直到最后最后。